台东的孩子真的好棒，处处展现令人惊艳的才华，不管是音乐、戏剧、舞蹈和运动等全国性的比赛都屡获佳绩。为了让乡亲能够一饱眼福，台东县政府连续第三年办理2014台东孩子金牌才艺秀，表演将于5月21日晚间7点在艺文中心演艺厅演出。当天邀请10所与全国赛事获奖的学校演出，节目内容包含舞蹈、音乐、戏剧、柔道与健美等项目。即日起，欢迎各位乡亲踊跃前往教育处或文化处服务台免费索票。5月21日晚上7点，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台东孩子们第一名的精彩表演，并给予他们最大鼓励。